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一个游戏里面的 bug， 然后这个 bug 可能会有帮助啦，但是这 bug 挺好用的。好，首先我们带的是这个卡组，然后我们去友谊站，我们随便按一个，比如说 1v1， 但是我发觉到我的牌组很像带错了，那该怎么办？那么的话，我们就随便找一个观看的那个挑战，或者是别人分享出来的东西那个视频，然后呢，我们在观看那里点两下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很奇怪的会气到里面了。然后我们再看，来，我们还可以瞬间调这个调快的速度，并且在出去的时候，哎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我们自由了，看到了没？然后。我们呢又可以在这里换牌组，或者是你想要怎样就怎样，但是就是想说不可以按到别的东西，不可以给别人那个发起别的挑战。那么我们该如何除掉这个呢？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再按回友谊站这里，再按回一v一对战，结果哎怎么又一样的呢？那么的话我们就按一个取消，它就会取消掉了。然后这个什么东西都能干，这个是最好用的。比如说我们再发按两次，然后我们直接退出，并且我们来到这里参加联赛，这里我们随便搜，哎，等一下 AAA， 然后我们找一下，并且我们还可以加入，看到没？还可以加入哦，并且我们还可以退出，很好用。所以呢，这个 bug 呢，大家学起来，如果对你有用的话，那么的话就按个赞，并且订阅。如果你的朋友想要知道这个 bug 的话，这样的话你就分享给他看吧。这样的话，这一期的视频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再见。